大家好，我是小小导览员庄永文。我要介绍的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台北教会。这间教会已经有45岁，它的外表是螺旋形，很像蜗牛的口。从螺旋形的楼梯走进教堂，必须抬头看上天，让人准备安静的心。教堂的外围有很特别的装置艺术，是马赛克立体浮标的三天使，每个天使手拿着圣经传扬真理。教堂虽然不大，可是很有特色。设计师也因为设计这间教堂得到中华民国建筑师大奖。这是我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台北教会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